我来的，撒了一地耶。机车呼啸而过，瞬间掉落大量钞票，引起路边民众注意，纷纷走到路边，还有人冒着危险走到马路中央捡钞票。哦，有人去捡的。哦，有人停下来了，有人送菜捡的吗？哦，很多人，三个人去捡一台摩托车，边走边捡，还一路捡到安全岛。附近民众也帮忙报警处理。我们不知道谁呀，我们怎么在捡两个力量而已。街头出现钞票，与路人歧视忙捡钱，连附近加油站员工也印象深刻。车子的速度也不是太慢，然后钱就像龙卷风这样子飞过去，因为他钱飞出来嘛。他们当时是不知道车主那个失主是谁。天价钞票发生在4号早上8点，台中市北屯区一名王姓外送员，正打算把上午在市场赚到的120,000酬劳拿到银行存，不小心在赶着送餐的途中掉落厚厚一叠钞票。靠着这个关键影像，外送员证明这些钱是从他松开的箱子里飞出来的。不过也让人意外发现，他疑似违规闯红灯，但因为路口监视器并没有拍到过程，而当事人提供的行车记录器只能用来证明他是失主。是从其提供之车辆密录器后方角度发现可能有违规情势，但密录器并未有车牌资料，亦无其他民众检举，不可仅此认定。一时贪快，辛苦跑外送，赚来的血汗钱差点就被捡走。所幸热心路人拾金不昧，这才顺利物归原主。继续为你说，赖文忠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